人口剧增、气候变迁与资源枯竭，粮食安全成为世界各国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提升粮食的自给率更被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指标。美国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曾说，农业是下一块金砖。台湾拥有多样化的农作物、精良的农业栽培技术以及最具实验精神的小农，再加上政府推出新农业创新推动方案，再加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开设相关培训课程，不仅能提升农业整体生产效率与产量，更提升农产品附加价值与竞争力。你也想借由这波潮流擦亮台湾农业金字招牌，一起站上世界的舞台吗？那您绝对不能错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劳动力与创新第九期最新内容。